睡觉脚抽筋怎么做可以预防呢？睡觉时怎么做可以预防脚抽筋？血液循环会更好一些，是吧？想说让下肢它肿胀这种血液循环可以回流到身上。那陆哥，你是整复员，你认同吗？我也觉得是 A。你觉得垫高是消水肿？好像蛮有道理，是吧？答错就有点糗了。最主要是你隔壁都也说，我也认为是 A， 怕你一起糗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